检应专业版更新啦，现在检应专业版支持导入 PR 和 FCP 的工程了。以 FCP 为例，选中需要导出的工程，在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出 XML 文件，打开检应，选择导入工程，选择刚刚输出的 XML 文件，等待一会儿。导入完成之后呢，我会自动帮我们把素材链接过来。这里大家需要注意，检验专业版导入的 FCP 或者 PR 的工程呢，并不支持里面做的所有效果，只能导入一些基本功能和剪辑粗剪的工程。我们把 FCP 或者 PR 的工程导入到检验中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很多人还是喜欢使用大家熟悉的 PR 或者 FCP 这些专业的剪辑软件来去剪辑一些比较复杂的或者素材比较多的工程。毕竟检验专业版在处理这类工程的时候还是很吃力的，但是呢，我们又希望到检验中来使用它的这些花字啊、包装啊、免费的智能字幕识别功能。所以这个功能刚出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第三方的工具和插件帮助我们把检应生成的智能字幕导出，然后再导入到 PR 或者 FCP 里面来使用。现在我们在检应中可以直接导入 PR 和 FCP 的工程，就省去了这个步骤，可以快速的直接识别 PR 和 FCP 的工程，然后直接生成智能字幕，再把生成的字幕直接输出到 PR 或者 FCP 中。这样来薅这个免费的智能字幕羊毛更方便一些。